一二三四，哟，就你最大，哇，你看你好大哟，都要跟我的孙娘差不多大了，哼，耶，你悟了，没有大吧？你跑去咋子？嗯，跟你比关系。老师傅呢？你在录啥子？哎耶，你咋又给车发声？不是说我来车吗？哎呀，我耍起面子事了吗？我这谁干嘛？给啥子油？哎呀耶，这种事情嘛，交给我做就可以了嘛。你忙多休息好吗？休息了，我把车塞起。要得嘛姨，那个嘛，我先给把破海浪吃你了都。哎呀，好车不了，哪个烂好车嘛？你准备上路嘛？姨，今天我也弄个卸了把来车。要得嘛，你给弄嘛。要得。如果今天太阳好，明天把个壳子打了噻。要得姨，别把我们要过来吧。要过来，你明天早点给弄点菜回来，我们把新车了再给打壳子。要得，车新，啥子车新啊姨？哎呀，这个说起话就长了，就是说要尊敬长辈，要懂得感恩。哦，我问你嘛，这不是你从小就叫我你嘛爷？明早不要睡懒瞌睡了哈，早点给弄买点菜回来。要得，我不要睡懒瞌睡呢。嗯。爷，等你弄上火。要得。谁跟跑还改造？这车的香不香？开的小蒜来吧，再切点大葱，再跟鸡翅捣成花的，再切两粗的菜丝。现在我们倒个油，把你料汁儿，加一勺豆瓣儿，一勺黄豆酱，两勺番茄酱，两勺生抽，两勺红烧酱油，两勺白糖，一滴的料酒，然后给它和匀。这个料汁儿接了，锅中加水，冷水下鸡翅，加姜葱，料酒，水开倒起来，用冷水洗干净。碗中加生粉，再把蟹肉拍上生粉，再把虾子拍上生粉，点火了，锅中加油，菜肉筷子冒泡，然后下土豆儿。筛子表面金黄，然后捞起来，然后再泡海，然后再虾子，筛子表面金黄捞起来，锅中加油，再加点猪油，加蒜壳、姜片、葱节、小花椒，再几颗干海椒，炒香过后下鸡翅、土豆。再下虾子，再下泡海，再把配好的料汁淋上去，再一瓶两千年生产的啤酒，加鸡精味精，再来点山泉水，再把 KK 扛上去，盖上盖子焖二十分钟。哇，好耐吃哦！来喽！哎呀，没空了。你这个颜色又好看，我都碰香了。你这个泡海，耶，这头蛇不只有泡海，还有虾子啊、鸡翅膀那些。哎，来上下这个，安逸得很是。要得。哇哦！哎呀，这个味道不白了，香得很，真是好吃。哎呀，我来吃一罐。哇，这个好大哟！哦，有点烫。哎呦，这有点烫。哦，好安逸啊。好吃啊。嗯，哇，蛮蛮好，真是好吃。你这是，嗯，太硬了。哎呀，这快到中秋了的，好久我做点月饼给你吃嘛。要得，你做得来不？哎呀，我才学你啊。要得。